Hello，Hello，Hello，Sorry，Sorry，有没有声音 ？Testing，Testing， 1 2 3 4 5 6 7 8 9 10，有没有声音？有声音的写有。现在还有没有声音？现在有没有声音？有声音吗？朋友们，有没有声音？有的写有。怎么我这边完全看不到 comment 啊？哦，有声音了 ，OK， 钱力量，谢谢您。严立武，哦，严立武，晚上好。好，进来的朋友记得帮我分享啊、哦。那喜欢我的直播的朋友，记得要按赞、追踪跟关注，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下面。右下角啦有一个三个点，你们按进去，然后有一个关注跟小铃铛按下去，所以每一次直播我都会通知你们，这样的话 OK 不 OK？ 因为我的直播时间我还在 adjust 那个时间，我担心说等下那直播时间啊真的来不及通知到你们，然后我又没有预告，所以你们关注了过后我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你们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。哎，还是没有声音，我都没认过。来，现在到底是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？有声音的写有声音，没有声音的写没有声音，我都没认过。有没有声音？有没有声音？哇，这把刀昨天有剁骨剁到没有不利了，明天要磨刀了。晚上好，来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那今天呢，进来的朋友记得要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，给更多人，更多人看到。因为我想要很多很多很多人认识我，谢谢你们。我教你们这样梗的东西，然后你们没有帮我大大力的分享，有一点对不起我。好，今天教大家煮三道菜，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会有去到第四道。第四道呢是什么我们先不说，那现在三道菜，第一个就是洋葱蒸鱼头，那接下来就是咖喱鸡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时常小时候妈妈一定会煮的是什么呢，就是咸鱼蒸肉饼啊。咸鱼蒸肉饼是不是可以唤起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呢？也是不是现在很多妈妈都会煮给孩子吃的呢？好，那因为我们的咖喱鸡比较难煮啦，然后鱼头比较难蒸啦，那我们先搞这两样东西好不好？那鱼头呢，蒸鱼头最重要几样东西，就是洋葱，洋葱一定要。那洋葱呢，我们平时吃到的洋葱是不是很呛？生吃洋葱是不是很呛？可是我们去到餐馆吃的洋葱又很甜的哦，为什么呢？那有没有人知道？洋葱要处理一下，洋葱一处理了过后它就变成清甜，然后清脆爽，三个字，清脆爽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洋葱，哎呀，我的洋葱应该切咕隆咕隆才好看嘛，哎呀，忘记了。对 PP 一定要先 follow 我， follow 我了过后然后再分享一下，谢谢您。严丽丽第一次进来是不是？我知道，所以你还没有分享对不对？一定要先去分享。娜娜 T， 我一直煮咸鱼咩？哦，好像是哦，因为家里刚刚买了咸鱼啊，很香那咸鱼，放进冰箱啊。不对不对，这个生吃放进冰箱，它也是辣的，呛味还是有在的。好，朋友们，现在就告诉大家这个小秘诀。那这小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先把这个洋葱先清洗，清洗泡水。把这洋葱先清洗，然后泡水。我们先稍微泡一泡水。我没有拿冰水啊，阿姨吧，来，
那我们就是先清洗，清洗了过后呢，记得泡水不能泡太久。为什么？因为泡太久的话，的确这个洋葱它会脆，可是它就不香。我们要有一点点的香味。OK， 明白吗？900人了。哈？哇，900人了！一眨眼就这样。来，朋友们，我们继续啊，继续不停。如果真的是给力的话，我今天教到四道菜，我告诉你们，真的不是开玩笑。放一小茶匙的糖，可以不要煮这么多吗？没有很多啊，全部很少吧，喂。然后白醋少许，白醋记得不可以多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跟它这样抓一抓，抓一抓它。这么叼着904楼不能上了的。等一下啦。来，朋友们，原来这个是神空的，我人数，我喊的越多，那个人数就上的越快。那朋友们，我们就是这样，记得白醋不能多，因为白醋一多它会死掉。什么东西死掉呢？就是洋葱会死掉，明白吗？啊，白醋不要多，白醋一多洋葱就死掉。好，为什么要放白醋？白醋可以去掉它的那个呛味，呛鼻的味道，进而可以让它就是有一点点的酸，可以解腻。 OK， 明白吗？明白。来，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把这个鱼头呢，这里讲要继续讲话了，已经1000人了。哇，谢谢朋友们。来，我继续讲话，我讲的越快，人数上的越快，对不对？这样我要马上讲的快一点呢。好，这个鱼头呢，我们就是会用太白粉跟它抓一抓。我们放一点太白粉跟它抓好。朋友们，如果你们的家里是用这整粒鱼头的话，那你们就用整粒鱼头，因为我的这个鱼头我是砍散了，我原本想说拿来叫什么炒的，拿来焖，拿来煮汤。然后今天呢，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，哎，那个洋葱蒸鱼头是怎样哦，我想起了，我也会这道菜，那我就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一道菜。好，我们抓一抓粉，抓粉了过后，我们就是把它放进锅里面穿烫。为什么要穿烫？穿烫的这个动作呢，因为鱼头很多鱼鳞，我很爱吃鱼头，可是我很讨厌鱼鳞。那鱼鳞如果我们是这样生挂的话，它是没有办法去掉的，没有办法100%。可是如果你烫过水来挂一挂，我告诉你，不用刀，不用什么，用手指都可以挂掉鱼鳞的。来，洋葱死掉就软掉啊！洋葱死掉就软掉。啊？跟风车粉一样吗？一样一样，风车粉贵一点。OK， 一样的啊。啊，那你的我们是？我们是马来西亚人。霹雳棒杆。来，朋友们 ，OK， 分享了，谢谢小沈。阿妈的水我还没有装过去啊，等一下要装过去，好像是两天了。我的鱼头刚拿来熬汤了，哎呀 Jenny， 哎呀 Jessie， 好，来把镜头move过来，因为为什么我要教你们做这个东西呢？因为很多我不喜欢有人跟我一样喜欢吃鱼头，因为鱼鳞而变成讨厌鱼头。那这鱼头水一定要滚，水不可以不滚，水滚鱼头倒下去，然后呢，跟它搅一搅。你看，啊，帅了咯。鱼片就切了 ，OK， 你的这道鱼头可以改成鱼片，鱼片可以改鱼片，可以改鱼肉，改整只鱼都可以 ，OK。那如果是整只鱼肉鱼片的话，鱼肉如果你切成小个，我也建议你先穿烫一下，可是抓一点粉，这样吃起来它的肉质会比较滑。1.2了。哇，谢谢大家，哇，大家真的很给力，然后直接泡冷水，啊，过冷河，泡冷水的意思就是不用放冰水啦。啊，因为我们要泡它，然后洗一洗它嘛。太白粉跟玉米粉一样。太白粉跟玉米粉不一样，太白粉是木薯粉，玉米粉是加工粉啊，朋友们。也是马来西亚来的，我今天跟你分享的好多次，不用。有分享，妹子自己上面没有分享过嘞。你的名字上面没有分享过嘞。哪里？我来抓。OK， Ken Wu 刚刚分享，谢谢您。Paul Yok Lo。分享了，谢谢。讨厌鱼鳞，对 ，KS call KS， 对，我们是棒杆人，对，我们是棒杆人。来，朋友们，
就是这样，我们在鱼皮这边，镜头可以放近一点吗？没有。那我们就是这样子。哎呀，我先做一样。可以看看你出的牌子吗？哈？出的牌子。出的牌子来，出的牌子。出什么出都可以去买白米醋，因为我罐子丢掉了。没去买鱼头，马上煮给家人吃。哇 ，steady。哇 ，steady， 蹦逼逼。然后整粒鱼头也可以用这方式啊，直接整粒下锅炸啊、穿烫。OK， 那我们呢就是准备一个盘子，然后把这个青葱整根放下去。没有，不用口罩，没有关系，自己煮自己吃的。我们不是在餐馆。我没有在餐馆，这个我们餐馆煮东西有戴口罩的，现在是没有啊。这个是因为煮给自己吃的。自己吃的，在家里你们应该也不会戴口罩煮饭吧 ？OK。厨师服好看，谢谢林 Grace。耶、yeah, ，玉兰来了，玉兰。用黄色的洋葱吗？可以。1.3 了哦。哇、wow, ，谢谢大家。哎，我应该把它放在这边，这样就看得到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如果用鱼片也是这样子做吗？是鱼片的话，你抓一抓粉，然后呢，因为鱼片基本上它的鱼鳞就比较少，然后呢，如果是鱼片的话，我们就是。抓一抓粉洗一洗啦，然后通常在鱼皮这边比较多的，然后我们手划过粗粗的地方，我们就是会跟它稍微这样刮掉 ，OK。所以鱼鳞就非常容易的出来。对。吃鱼头的时候就不会再吃到鱼鳞了。我最讨厌就是什么，鱼头一要吞下去的时候，刚好有一块鱼鳞，然后就要用舌头在里面给它拉挤一下，然后才弄出来。哎、你可以不要讲到这里就是吗？这个是痛点来的，真的，爱吃鱼头的人都知道，对不对？痛点，吃鱼头的痛点，吃鱼头的痛点来的。Okay, 请问咸鱼头适合做生鱼头吗？不能啊！不能。OK。你啊。你，哎，我咸鱼头哎，朋友们，我明天就来搞一个咸鱼头包苦瓜汤，要不要？哇！来要的谁要、这个？咸鱼头包苦瓜汤，我很久没有喝了。谁要？要的谁要？咸鱼汤，咸什么？咸鱼头包苦瓜汤。对，咸鱼头包苦瓜汤。清凉。啊，然后啊、哦，那苦瓜可不可以塞肉？可以，明天塞了，我还有肉。我想吃那个苦瓜塞肉。OK， 明天我们煮咸鱼苦瓜塞肉汤。哇，听那名字好像很梗一样哎。哎，又有肉的那个甜味出来。对，那个味。小助理自己在玩玩具了。小助理在玩玩具，要玩要玩。OK 哦，你们呢、啊？明天我早上我去买一下菜，然后我看一下能不能在早上。直播这个咸鱼，我们还是用关蛋的咸鱼。哦，这个咸鱼是关蛋咸鱼。这里有没有关蛋人？来，有没有关蛋人？关蛋最出名哪一间？没有错，我们就是去那一间买。你们知道？怎么样？今天煮什么？先煮。现在煮这，今天煮三道菜，如果时间允许，会煮到四道菜。不要！你们先吃啦，你们先去吃。快吃哦！因为。啊，我孩子叫你们大大力分享哦。来，朋友们，今天会煮三道菜，第一道呢就是蒸鱼头，第二道呢就是咖喱鸡，第三道呢就是肉碎蒸猪肉，对，咸鱼蒸猪肉，手里，哎，田丰他讲，咸鱼蒸肉饼，田丰讲他家刚好有很多鱼头，真的是刚好了，咸鱼头豆腐汤，苦瓜的没吃过。哎，没用，没用！你最近在那个我们的 group 里面好像很冷静哦。不 active 了你。你不 active 了也没用。你的厨师服很像飞机师啊。哦。是老婆选的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原本是要去应征那个飞机师的，然后我穿这样去，他讲你要。没有没有。你的制服好像厨师这样，我就转行了，不是没？不是，因为原本来应征飞机师的，结果因为疫情飞机没有什么飞啊，你。转厨师。对。Oh good， 小猪你在玩玩具，要全部讲要。Chef， 哎那个，记得，你看肉碎我都买，我直接买两kg的肉碎耶。我全部要。要在早上，我要上班。MCO 还要上班？怎么没用讲？我每次是。Crystal Dan， 哎呀，好了，这样我们就一样在晚上。可是朋友们，那个肉干我会开短播，应该我会先腌了放了，晚上我们才来一起烤肉干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好的，写好，分成两波来做。他们讲是都太迟了啦。对对对，太迟了。很老实讲，我就是够力啊，而不是叫我
帅哥煮饭。谁？啊，美吉，美吉。美吉啊，那是必须的呀，美吉。我是关大人，不过住 KL。哎呀，我是关大人，晚上教好吗？可是晚上的呀，我们直播。晚上了，晚上了，好吧。黑眼圈都出来了，他黑眼圈都吃多一直出来了。哎。很吃睡，很早醒。还好每一颗都知道吗？记得你的肉干。记得肉干有记得，安娜，安娜讲了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安娜，安娜。那朋友们，那个鱼酱我就不教你们做啦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可以买那好的酱油，然后我们就这样，然后记得不要放下去蒸，酱油不要淋上去，我们的鱼头蒸了，等下倒掉一点水，我们才淋酱油，这样的话明白吗？明白的写明白。OK， 来，我们先把这个先放下去，然后我的鱼头要跟肉饼一起蒸。OK， 我先放进去。OK， 明白吗？哎呀 ，OK， 然后我先不开火啊，因为还有肉饼，然后我要先弄咖喱鸡的部分，不然呢我的马铃薯会不熟。可以。我真的需要一个助理啊！那你讲嘛？他们讲是肉碎珍珠肉，你讲什么？刚才肉碎珍珠肉啊，我刚才讲，其实应该是咸鱼蒸肉饼。来，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做咖喱鸡的部分，因为咖喱鸡呢，它需要一点时间去焖，所以呢，我还是先做咖喱鸡吧。我突然觉得啊，锅到用时方恨少啊。今天煮什么好料？今天煮咖喱鸡蒸鱼大洋葱蒸鱼头，还有啊咸鱼蒸肉饼。OK， 把镜头 move 回过来，我们先做那个。有 Maggie 有保留的。啊，保留什么？直播没有保留。啊，有，因为要留给你看重播，然后这样你才可以跟你的孩子交代。他们叫你明天直接现场教魔刀哦。现场教魔刀。那你那刀要磨。OK 啦，可是流量是不是等一下不会锁我？等一下他讲我表演危险动作 ，OK 啊，不要，今天上到2000来，我马上表演魔刀了，不要明天了了，上2000人，啊，来大大力的分享出去，丢谁混？你比一个故事不是？谢谢您，可是记得要帮我分享哦，你还没有分享。咸鱼炸肉饼也教一下。咸鱼炸肉饼，哇，这个我没有炸过哎，怎样的一道菜，我没有吃过嘞。朋友，这道菜我真的没有吃过。OK， 2020万人粉，新加坡人要买运费很多，可以多少钱下单在哪下单？新竹艺。去新竹艺助理会回复，因为刚刚我们丢好了。啊，新加坡可以进一些，即使是我的即食包装都可以进去了。我们刚刚溜了，就是可以送进去，可是运费会比较高一点呢、啊。然后把这个马铃薯呢，用滚刀的方式来切。然后还有朋友们，这马铃薯呢，我会教大家做什么呢？啊，用最短的时间把它煮软它，啊，想不想知道？想的先想。咖喱鸡酱料是自己磨的吗？对，咖喱鸡啊不是自己磨，咖喱粉是买的，然后咖喱鸡的酱料是自己煮的。自己磨。一定会，酱料是自己煮的，就是新竹也有的下单就是这样子的东西，很简单，不然呢、啊、炒这个酱料也是炒到天黑啊。可是你酱料的食材要跟我们讲一下。啊。然后呢？那如果你们不想要跟我买的话，也不用紧，我可以教你们。啊，这个叫什么 ？Slide。如果你不想跟我买，对呀、啊，有一些人他们不想跟我买，我还是会教的。这不是什么秘密来的 ，OK？Slide 洋葱、蒜头啊，1:1:1啊，然后呢，咖喱粉、辣椒粉，还有黄姜粉。这样下去炒，记得油一定要放多啊！这样炒出来就一定香了的 ，OK。应该
因为时间上的关系。对对对，不然我缠到来啊，全部人跑到完了咯。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我们直接用现成的，我们已经做面对了的。然后你们要调味，记得咖喱咖喱酱呢，调味只有两样东西。啊，三样东西，一个是盐巴，一个是味素，另外一个就是糖。然后你们可以放很久，放着很久不会坏。然后这个鸡腿呢，我会给它砍一砍。鸡是自己养的。鸡不是自己养的，鸡刚刚去买的。啊，那这个万能粉一包15块。万能粉一包15块。600克。包食谱。哎，有给你们一张一个小食谱。你好，钓是在你的海鲜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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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海鲜龙的币。啊，你下单啊，去新竹一下单。可以到新竹一哦，可是万能粉，对不起啊，万能粉今天有人来面交的，真的拿不到货，因为卖完了，真的心累排血，对不起 ，OK。啊？怎么办？你的那个酱可以放多久啊？我的这个酱呢，放着这样子，只要不开呢，半年没有问题。那你要收到更久的话，你就放进冰箱啦，因为我们有真空杀菌过了的。OK， 明白吗？然后你们不要什么的话，你们可以自己挑呢。啊，那如果你们不想跟我买的话，也可以自己挑。OK， 不难啊，不难。咖喱粉跟辣椒粉是什么？咖喱是咖喱粉，那辣椒粉是辣椒粉。Oh my god， 很香。又不热了。又不热了，来朋友们，如果不热的话，给我一点时间啊，因为网线。马铃薯要先炸先吗？要，来把镜头 move 过来，教你们马铃薯不要炸到太过浓，因为马铃薯炸过浓哦，它没有这样好吃的哦。可以煮多少只鸡？一罐啊。哇，我真不一定要煮鸡啊，可以煮很多。可以煮鱼啊，可以煮很多很多的那个料理的，不一定要煮。对对对，不一定要煮鸡的。超级多，你可以煮咖喱猪肉啊，干的啊，蒸鱼啊，都可以。来，油热烧热，马铃薯放下去。他们想卖多少钱一罐？25。这个应该可以煮很多啊，我现在煮半只鸡，然后等下我们看我们用多少啊，因为很挤的，这个很浓的，然后我这个酱果煮出来，你们吃好不好吃的话退款，退款是啊，还很大嘞，酱很浓啊，这酱料这个很浓，咖喱真的，我的咖喱是很浓，我的咖喱真的很浓，我的咖喱是浓到没有朋友的嘞。可以买一包粉餐酱料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运费10块钱，啊，不管买多少，运费我们都10块钱，所以建议你们是沙都咖喱巴利巴尼亚巴尼亚。师傅，你砍鸡腿都这样砍了，我慢慢的这样子跟他划来划去。什么？哎，砍鸡腿很痛，砍到这么大力。哇，别我哎，我们这个叫一刀了断，长痛不如短痛啊。会不会很辣？啊？不会不会。微辣的，我这个，然后如果是很能吃辣的朋友啊，或者是喜欢吃辣的，啊，你们可以自己加小辣椒是 OK 的。来，朋友们，我们就是这样把它翻炒，稍微翻炒一下啦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我们的这个那给你们看，我有咸鱼头的嘞，还是煮咸鱼咖喱也是很好吃。Oh my god， 咸鱼咖喱，直接等一下啊，血压直接飙啊，不要开玩笑。来，朋友们，那好像我是比较喜欢吃这个香茅味的啦，所以我就加多一个香茅，加不加你们喜欢 ，OK？ 因为我是喜欢这香茅味很重的咖喱。我觉得咖喱啊，它的灵魂就是在这个香茅味，什么都是假的。把香茅放下去，稍微炒一炒。记得这咖喱酱，你们不要急着下它 ，OK？ 咖喱酱先不要急着下它，然后把鸡肉倒进去。然后先把鸡肉炒到半熟，朋友，把鸡肉炒到半熟，
这样炒法啦，隔壁的阿娘都会来跟我讲说，哇，ini kari ya sedap oh, wangi oh。来，我看一下 comment 啊，朋友们，如果买十粒，哎那个十包的万能渣粉也是差十块钱啊，所以你们买越多，你们的运费就越划算。因为如果好像你们已经买到那量，我们公司这边就可以帮你们承担掉一些。OK， 那我们放到这炒到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放入鸡肉了，放入咖喱酱。啊，你看啊，一汤匙，两汤匙。哎呀，然后放水。那咖喱酱就不用再炒过好的啦，反正就是香了的，就不需要再去炒它。来，然后就放它滚。咖喱酱哪里下单？去蜜food新竹艺蜜food， OK。看到都香了，李培林迟了，为什么迟到？李培林来跟我讲一下，交代一下，你为什么迟到？啊，迟到要罚站啊！我们小学老师都是这样讲的。来，朋友们，还有一样东西，咖喱呢？你们喜欢自己？如果你觉得啊咖喱不够浓，你们再加咖喱酱，你们喜欢？因为我不是要煮咖喱水，我等一下要煮它收干汁的，所以我就没有放这样多 ，OK， 明白吗？然后等一下不够的话，我们再加，明白吗？朋友们，明白的写明白。帅哥每次做这个动作就会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的热情 ，Doris， 你们的热情燃烧了我的锅。啊，朋友们，那我们把镜头转回来，这边我们放下去滚啊，不要管它先啦。啊，然后我们就镜头转回来，我们开始做那个做咸鱼肉碎，哇老。我先煎一煎咸鱼，刚才我的咸鱼应该要煎过的，还是你们想学煎咸鱼？有没有人想要学煎咸鱼啊？哇，扁喂，我没有地方啊！你讲可不可怜？炉头又不够，地方又不够，哎呀，隔心就对了啦。哎呀，好了，来，我先移移那个炉头啊，然后呢，我就教大家煎咸鱼。我们先把咸鱼煎一煎，不然那个咸鱼没有煎过哦，直接这样混下去啊，味道它很奇怪嘞。来，咸鱼煎肉啊，咸鱼蒸肉饼。哇，欠五人，我看刚刚今天破两千，真的马上交磨刀。刚才我砍那个鸡都砍到很辛苦了嘛，对不对？马上交磨刀 ，OK， 一破两千人，马上交磨刀。然后 video 出来，我照样放 ，OK， 因为 video 已经叫我们在 ID 这了的。哎呀，谁？来，我们先煎咸鱼。咸鱼怎样煎呢？记得啊，朋友们，咸鱼放一点点的油，咸鱼放油不用太多，因为只是煎一小块咸鱼罢了。什么咸鱼啊？梅香咸鱼，梅香的咸鱼 ，OK。然后记得煎咸鱼火不可以猛，锅要热，火不能猛，因为火猛的话，那个咸鱼的里面的那些
那些水分啊弄不出来，等下那咸鱼它就会有一个我们叫臭味，那你要把那个味道煎出来了过后，它就变成是香味，明白吗朋友们啊？这咸鱼是关丹的啊，关丹朋友买给我的。新加坡多的是15啊，我不懂哎，我好像买是因为我这是淘宝买的嘞，应该不用这样贵吧？那这张板，新币45块嘞。没有这么贵啦，应该。哎，你看讲啊，讲啊高辣椒掉。煎煎咸鱼。啊，上个千五了。然后刚才1400多，然后应该是看到咸鱼跑掉了一些。啊，煮咖喱猪肉也一样是吗？那个。对对对，煮咖喱猪肉也可以。嘿，这个东西煮咖喱猪肉炒到干干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也一定是这样。知道这样是什么吗？这样是叫一级棒。万能粉其实有货啊！明天，现在在北京这了的。在赶工了的哈。好，朋友们，那我们的咸鱼煎到差不多的时候呢，建议你们可以拿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不管它熟不熟了，煎了皮脆，那我们先拿起来改一改刀。翻蛋了是吧？啊，没有啊，自己喜欢要放就放，不放。那咖喱没有放啊，我们的咖喱酱没有放三蛋的。没有的，没有，因为放了三蛋了，它不耐放哦。跟有些人胃不好，不能吃三蛋。对对，啊，喂。哇，这个咸鱼真的是受不了，朋友。蒜米花肉嘛，蒜米花肉啊，可以啊。安排给你们啦。羊肉可以，跟你们讲，这个咖喱酱炒羊肉，我老哎。我告诉你，真的是。我老就是这样子的。可是啊，如果朋友们，如果你们真的，你们如果拿咖喱这个咖喱酱去炒羊肉嘞，你一定要跟我讲，然后要加一点点的东西，可是有一个缺点。想知道那缺点是什么吗，朋友？太好吃了。不是啦，那是优点。什么缺点？来，有没有人想知道什么缺点？真的，如果你用这个咖喱酱啊，煮了过后会什么的话啦？啊，煮羊肉。哇，有人想知道是不是 ？OK， 你会没有朋友，因为好吃到没有朋友。哇！你可以这样子吗？我叫我们小小声哦。我孩子叫小小声直播。他讲他看来哟、哦，看戏听不到。娘哦，全是人鸟 ，OK。来哟、哦，这样子。啊，咖喱酱的食谱可以分享吗？刚才有讲了。有，刚才有讲了，可以看回重播啊。就是。这是美。洋葱，妈妈叫你超过2000个人唱歌哦。唱歌嘛，容易的事情，可以啦。唱歌边唱歌边磨刀。为什么每次煎咸鱼它都会肉会碎掉呢？因为它是碎的咸鱼啊。梅香，因为它是。啊，它是梅香，这是正常的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跟你们讲，锅要够热 ，OK， 来朋友们，煎咸鱼，为什么我的咸鱼煎了它是不会碎的？因为我锅够热，一下去它马上定型，就好像我们在煎鳕鱼的道理是一样。好像我之前看到很多朋友他们在煎鳕鱼，煎了他说师傅为什么我煎了2次鳕鱼还是烂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的锅不够烧到不够红不够热，它是这样，你一下去你就要给它定型，一定型的话它就开始啊才来煎熟它，明白吗朋友们？那个是香茅不是西芹啊？有人讲那个香茅不是西芹，不懂。这个是青葱，咸鱼一定要经过才加肉进去才好吃，对，比较香，对，它会比较香香啊。OK， 咖喱，你的咖喱酒放椰浆吗？还没有，我等下放淡奶，我不放椰浆。来，朋友们，那我这个时候呢，我切碎它，然后我就再下去翻锅，再热一热，炒一炒它。为什么要这个动作呢？继续给它的那个油分啊，不，那水分炒干出来啊，这个很重要。这样我们就吃到咸鱼的香味，而不会是臭味，明白吗？啊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的。哇，
OK， 如果同咖喱猪肉的话，咖喱猪肉啊，那个猪肉要买什么部位？OK， 买腰肉咯，腰条。腰条。嗯，不然就买后腿肉哦，这样切薄一点。先听你讲潮州话。啊、哦，腰条，柴腰条，食了袂起腰。我就柴柴。袂起腰。柴得内，看在面叫得内，得内呢就是叫猪肉，啊，潮州人不叫把，叫内。那些吃个肋呢，就叫选个鹅肋，啊。OK， 你们不懂粉啊，以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 inbox。啊 ，inbox 我再 send 给你们啊，朋友们。OK， 你们可以直接 inbox 这个Chef Ivan Tan。这里。OK， 朋友，我们已经炒香它了，那我们就关火放着它。咖喱鱼也是可以。可以，什么 ？Maggie， 你很 set for， 他去买山猪肉来煮这咖喱。哇！咖喱猪肉。Maggie 买到山猪肉一定要跟我讲，教你怎样弄。Maggie， 如果你买到山猪肉的话，你 inbox 他 ，inbox 他，他教你怎样煮。妈妈的肚子有病。好，那你不要一直跟我做宣传呐、啊。来，朋友们，来猪肉我们就放。什么来的？没有，按照镜头反过来。啊、哦！在等我。来，朋友们， Hello. 这个呢，我们就会放什么呢？来。有啊，我要放东西。哎呀！来，我们放一点蚝油。一点的味素。一点点的糖，糖不用太多，少少就好了，中和那咸味。啊，灵魂胡椒粉，胡椒粉少许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下去拌搅拌它。来，我们就这样搅拌它。我们搅拌它，搅拌均匀。走。闻一下，啊，就是这个味道。然后把咸鱼放进去。啊，咸鱼放进去。可以让镜头们转一下。啊。来，朋友们，咖喱，哎呦。煮到两点，水不够啊！一直跟你们讲话咯，你看讲到我的咖喱猪啊，不咖喱鸡这样子哦。OK， 基本上咖喱也好了的，可是我先不理他，我放了继续焖。笑死你，真的是，我自己都被自己吓到了。还有朋友们，我的这个呢，很特别的亮相仪式，我自己都被自己吓到。朋友们，这个咖喱鸡呢，我们就是会放一个那个鸡精粉，你们喜欢放盐巴也可以，因为我的这个咖喱我没有放很多盐巴，我只放一点罢了，因为我怕等下有一些人要炒干了，咸甜自己调啊，咸甜自己调 ，OK。娜娜讲，我家有山猪肉，就是不敢问怎么样煮。娜娜，你敢问呢？你每次我老娜娜，你是炒粉呢？炒粉有福利的，好好用你们的福利。你每次这样 support 我，敢问？哎，娜娜 ，inbox 说，我给你一个 recipe 炒山猪肉，我告诉你，吃了一定晚上变变变。怎么是晚上变变变哦？娜娜，你知道的。你们不要再骗我转镜头了。素颜更漂亮，对不对？我也是觉得她素颜漂亮。自己吓到我，直接跳起来。然后放一点，这个是盐巴，因为不够咸，我们就放盐巴。朋友们，刚才两汤匙，你们看一下，那个咖喱鸡，真的不是开玩笑，真的很给哦，真的很给。直接用这个脚趾给粘起来。粘什么？粘到镜头啊！你吃到东西吗？啊！你这个讲话真的。
李恒，你不好给妈妈一个人。娜娜，你刚才信息我看了，我还没有得空回你 ，sorry。我这边又买不到山猪肉，我怎样教你们那道料理嘞？你买不到山猪肉哎。哇，不能啊！来，朋友们，把镜头转来，这个我们就放一边了，先不理它 ，OK？ 我们先镜头转回来。炉头也是淘宝买的 ，OK？ 然后把这个咸鱼肉饼放在一起，跟它搅一搅，啊，这样子搅一搅，搅拌均匀。你打的鸡不用放椰浆吗？还没有啊，椰浆不要这样啊，我放蛋奶，蛋奶是最后要才放的，啊，我的鱼都还没有蒸，我的肉饼都还没有蒸，等一下蒸了才撒杜咖喱奶 ，OK？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搅拌，搅了过后放鸡蛋。等会整好羊肉先教我吃。两粒，哎，羊肉要留一点啊，明天教你们煮羊肉包。羊肉包？啊，我买了羊肉包，明天啊，朋友们，我羊肉在解冻这了的。啊，羊肉汤。那天我答应过一个朋友教煮羊肉汤了，明天会煮羊肉汤啊，朋友们，来，哇，这个我告诉你们真的是没有朋友的这一道菜，等一下一定加饭的，一定加饭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老婆今天完全不在状态之内啊，她比我还要累啊。他直接关掉我的灯，刚才要给你们看他的素颜样子，你讲，我能怎样？来，好了，朋友，我们就这样放下去蒸。啊？什么？朋友们，然后这一道菜呢，有一样东西就是。这是我个人啊，不是所有人啊，朋友。我个人我是很喜欢它什么，它的鸡蛋啊要蒸到出，它这肉啊要蒸到那鸡蛋起出力才好吃的哦。我之前啊我来蒸到它滑滑哦，就是没有小时候的味道，所以我还是喜欢吃它出的。然后放鸡蛋，这道菜如果缺那个鸡蛋，在上面缺了一个灵魂的哦。是哦。就是要一定有那，他一定要有那鸡蛋，还要鸡蛋蒸到它出过马车路，出过我的脸。哎，就先行了咯。啊、哦，不懂是不是以前小时候啊，妈妈他们不会蒸鸡蛋，然后就把这个蒸到出，然后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出，长大又是吃到出。饿了就是不在状态好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他是肚子真的很饿啊。很饿啊。五点吵我回来煮到现在啊。早上几点吃啊？刚才三点吃啊？来，朋友们，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放下去蒸。那个 Samantha 问你，这个肉饼多少 kg？ 2 kg 啊？没有啦。没有啦，250 gram。那就是这样子 ，OK。我们吃晚餐啊。来，我们就这样盖起来 ，OK。来，咖喱鸡也好了。有放水吗？不需要放水。没有，不用水，蛋奶，哎，等下我先试味道。先喝羊肉汤，蘸。对，因为我要等到真的很冷，冷到像现在的这样的情况啊。这道菜我想也是想吃出的口感，对，那个肉饼就是要吃那个出的口感，跟它的蛋也是要等到出了。蒸多久啊？蒸多久？蒸15分钟，反正蒸。蒸到它的那鸡蛋出掉就对了。你不要再看我了，下水那个戏，太下水了刚才。嗨。太失礼了。来，蛋奶下去，开大火，然后搅拌一下。啊，来啊。你不要乱讲，你的脸很滑。Tipsy 来了啊，来蛋奶下去。然后咖喱叶，给它落下去，然后记得啊，蛋奶一下去一滚就马上关火。为什么？因为蛋奶滚久，它的那个脂肪会破掉，然后那个咖喱会出掉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
完美。完美。哦。大火是吗？大火给它一滚就关火。这道蒸肉饼感觉好吃哦，今晚晚餐也是蒸肉饼，哇哦，我们一样啊。蛋奶是加。哈哈哈，等一下有一个很好笑的耳朵啊。嗯。蛋奶是奶加蛋吗？蛋奶是奶加水，你是没有进厨房了是吗？蛋奶是奶加蛋了，蛋奶。我拉喂，这样我比较吃得咸，我放多一点那个鸡精粉。OK， 好了。你咖喱有洗吗？有洗，如果没有洗的话，吃了会老塞。有洗了，有洗了，放心放心。好，朋友们，哎，我忘记 set 时间。他肚子饿，他们讲，你这样子很完美。OK， 好，这道菜就是这样完美了，完美咖喱鸡。完美咖喱鸡。啊，我孩子都讲完美啊。来，朋友们，我们反正有时间，我们再煮多一样好不好？我们走速度的 ，on 不 on？ 来，转过来镜头。马克。我一看你讲话表皮就知道是马克了。我说他的名字。Yeah， Margaret， what you say？不是马克，那个啊，鸡王啊。哦，Mike。Mike。咖喱鸡，没和我拿鸡。那你好意思？ Mike， 有，他寄来了。是没？那天哪来了？啊，哦，你要去哪个？朋友们 ，Mike 定，等你的鸡可以送全麻，你才来跟我讲。不然啊，等一下我的粉丝要找你买鸡，你又送不到全麻，这样我很难做人呢。他的鸡真的是很好吃，他的鸡真的是值得推荐的。他的鸡比我的，虽然他卖我的鸡是很贵啦，可是真的值得推荐，很好吃。可以，没有这样香哦。来，朋友们，再给你们，来，朋友们，再跟你们讲一下啊，如果是煮咖喱不放。如果煮咖喱不放蛋奶或椰浆的话，我先讲椰浆放下去是给它比较冷啊，比较香，然后比较滑。那蛋奶下去呢，它就比较滑，可是蛋奶不会滚太久，滚太久它的油会破掉，一破掉呢，它就变起沙，就不好吃。甜呢？现在可以啊。甜的不是啊？哦，它会比较甜哦。买那个没有？你要买没有糖的？没有糖的那种。买没有糖的咯 ，OK 啊。对，这咖喱怎么？哎，你不是要讲做那个咖喱包的咩？什么？那个等，哎呦，你每次出破我的扛头的咯。我老伟，我老婆啊，每次出破扛头的。我要给你们 surprise， 你知道吗？你他们有听到吗？应该。哎呦。听到没？听不到吧？他们没有听到我们讲。来，朋友们，现在这一道菜呢，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做油条。塞猪肉，然后有一些人点沙拉就叫沙拉猪肉，我这个什么都不点，我就叫油条猪肉好不好？啊，油条肉碎，因为我们那边在等着，还有13分钟，基本上我可以做完了的啦。他们在去 grill 很多山猪肉的。Get it？ 很远呐、啊。很远呐、啊，现在 MCO 哎。Stay at home 不是叫你朱棣朱棣马来西亚。他们讲。啊，没有听到 ，OK 啦。这样你们就敬请期待，我会教你们一个很打工的东西，真的很打工。他们讲没听到，放心。他们敢八嘎的。你们全部敢八嘎的哦。雨杰没有在家，影他叫影杰。他叫他是林志颖的影。影杰。然后吉利杰。他们好像有一些听到了。雨杰听到了 ，Oh my god。他们装作没有听到。OK 啦，你们就装没有听到啦，敬请期待啦哈。来，人数，哎呦，人数一直上不到哎，十二上到千五，我很想要表演魔刀哎，朋友们。我安排了，来，你教我煮美食可以吗？所以，好的哥。Samantha， 你的 Sam， 你的那个，你的店没有卖蛋奶的没？哎呦。你要放？我的眼泪笑到一直流。来，朋友们，来把这个胡萝卜碎。跟他讲没有听到？你们跟他讲没有听到？把胡萝卜碎放下去，然后这个呢，就是我那天用剩的那个
你们看那天用剩的那个雪莲果做鱼生，然后放到现在。他们以为你要讲那个，他们只是听到他们以为是咖喱包。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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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已经以为是那个馒头，馒头咖喱包，不是不是不是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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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比这更梗的。比这更梗。啊，这更梗的哈。不要看我了，刚才给你们看一幕了，你们太可怕了那个。啊，等磨刀期待，叫你们刚才等到两千人。所以你们敬请期待，比那个咖喱包还要懂懂的东西。姐啊姐，来一下，帮忙做工啊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全部切小它。十点。来。我分享有看到吗？差点忘记我要咖喱包。咖喱包啊，一个两块半。你要几个？不是我做的。哎，那个刁啊，那街头转角就有啦。来，朋友们。刚才又有千五呀，可以一些网络不给力，一些无法开的。哎呦，真的咯，网络不给力咯，怎么办？什么？油条啊。啊，油条。来，现在教什么？肉碎油条，朋友们，肉碎油条，那。我是有做过油条啦，可是呢，我的油条呢是不怕死。所以这个是天生雪莲。对对对，这雪莲果，雪莲果那天用剩的，然后跟就是放一点红青灯下去就对了。雪莲果是提升它口感，增加它脆度，还有它的清甜度。OK。然后放一点的味素。哈哈，他们讲。盐巴。你要做就直接做买它。那个、啊、什么？酱油。你叫我们煮，我们也不需要有一把力的刀。好人送佛送到西上，蚝油。他们那讲他没有卖蛋奶跟咖喱叶，只有卖你的面粉。哎呀，你的雪莲没有洗啊？他们讲。洗了，刚才洗了拿出来，然后看到它氧化了一点，然后我就跟它削一削皮。哇，削那奶罐。这样我的青葱也没有洗咯，这样我的那个红萝卜也没有洗咯，朋友们，放心放心，我已经洗了洗了。咖喱包，咖喱鸡包吗？哎呀，比咖喱鸡包更多工更紧的。今天都讲多工。新加坡人讲多工，多工马来西亚人没有讲。哎，马来西亚人学新加坡人讲。哦，是没。哎，那个雪莲哈，如果是不要放雪莲，它可以放马蹄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可是马蹄会切到手都歪掉啊。因为我是很懒惰的人，我又没有耐心。因为马蹄很小粒啊，慢慢削。对呀、啊，慢慢削，削到来啊，天亮了。来，然后我们就放这个太白粉。阿基那么多对。对对对，我用阿基那么多。怎么 ？A B C。小帮手。然后麻油。有我的麻油要摇一摇。OK， 天山雪莲，氧化的话放盐水。不能。是。谁讲的这个 ？Joanne， 你那天没有看我的那个直播是不是？那个盐水里边比较不会氧化。错了。错了。错了，真的小 Joanne。哼。Joanne， 你直接丢了。我有专心上课哦。然后一点料酒。Joanne， 那天你没有上到堂课吧 ？Joanne， 你没有看我做那鱼生的那一堂课吗？那这个雪莲就是从那天到现在。Joanne 是不是吴姐 ？Joanne 哦，不是不是。雪莲是从那天到现在呀、啊。是是是，雪莲不要让它氧化，就是放柠啊那种酸柑啊，用剩的酸柑皮啊，又或者是柠檬皮啊，泡在水里面，然后洗一洗就可以了。Joanne 二 ，Joanne 二。要教你了，等一下。什么？下次教我们怎样洗菜可以吗？我太难了。盐巴是什么盐？盐巴是喜马拉雅山盐。马蹄可以，粉丝怕你像 A 珍这样什么都不行。A 珍要那个，他吃哥哥，喝哥哥水他都可以，一汤匙哥哥，然后喝一口就咕噜咕噜咕噜，然后吞下去。那个没有舌头的那个人。这个老师他昨天泡哥哥水是啊。啊然后他就拿一汤匙的哥哥粉放在嘴巴里面，然后再喝水，然后就这样。笑料笑料那个。我昨天都听到了。柠檬水，对对对，放柠檬，对。讲，
潮州话出口，想听你儿子学你。我哪里有讲潮州话出口？可能讲到来他们听觉得是出口啊。我没有讲出口的，潮州话出口很粗的，粗到啊还够力过马车路啊，我跟你们讲。可能因为你讲潮州话，然后讲到很深啊。哦。他们可能听不懂，觉得你在讲出口啊。哎呀，你们这样我都很难了了。来，朋友们，我们就是这样子啊，很简单的。哎，我的油条，你头还没有蒸好吗？还有六分钟，然后这个油条要不要拿去洗？我是巨人。你要强调，我今天所有的食材都已经是洗干净用的。等一下，后面没有啊？前面进啊？我前面讲，后面进来的没有听到，又是讲我没有洗。他们叫我可以。放一点风声，你陆陆续续要教的菜色。有时候我会讲漏口啊，我讲漏口的时候，你们就当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没有听到。所以到现在啊，那个礼物我都不敢跟他讲啊。然后礼物还不知道，那送你们礼物他不敢跟我讲，因为我讲话很会讲到漏口啊，所以他礼物要送你们什么礼物我还不知道哎。可以卖冷冻干包啊。不要。做不出啊。做不来。做了那个深夜食堂就没有得开播了。你们要我开播吗？朋友们，等下我再做下去，好像那天赶那个盆菜这样，赶到早上六点，然后又不能深夜食堂了咯。我老婆要出去外面打包，你讲这是几讽刺？来，朋友们，那个油条我们就是把它这样开掉它，开了过后把这个。哎呀 ，sorry， 忘记放一样东西。哎，有放吗 ？OK， 请问我的放一点胡椒粉。上面为什么不美？是不是你没有啊？要大火一个小时，然后小火两个小时，是你没有关小火？他讲好放细纸在上面，没有滴到水柱吗？上面不美。OK， 你火太大是不是？你都没有拍照给我，你真的把我当神了？谁问的这个问题？单腮红。我一定讲姐，他要炸油条给你试试哦。哇，依琳。来教我哎，依琳。可是我那天啊，我第一轮炸是 OK 的嘞，第二轮不 OK 嘞。然后就有粉丝问我，我把 recipe 交给他啊，他的油条炸到很 OK 嘞。我还是醉了。哎，爹，那个潮州话雪莲怎么叫啊？爽奶，爽奶。Yuki， 你上 Google 找一下那个雪莲。老爽吗？爽奶。爽奶。Yuki， 那雪莲真的很好吃，很清甜的，好像甘蔗的那口感跟那个清甜，很像甘蔗。Yuki， 你可以去买来 try 一下，可以生吃的，当水果吃，很好吃。抗氧化雪莲，天山雪莲，孙悟空吃的那个。雪莲的话，你们可以到巴萨买。来，朋友们，菜刀就有了。我们就是把这个这样给它塞下去，塞下去 ，OK， 明白吗？来，我塞了，我放。我们塞了拿去炸就对了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是我早上吃剩的，不是下午吃剩的。朱莉讲今天去你的店买没有万能粉，万能粉啊。朱莉真的原来是你叫你老公来买的是吗 ？Sorry 哈，因为Sorry 因为出完了。然后今天在赶工作了。在赶着、okay. 赶着，明天来拿，明天就有了。啊，朱莉。现在助理们他们在赶着工，然后我也是在赶着工，我赶着教你们这个。啊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，因为我要把这个猪肉用完它，然后我又要把这个叫什么、油条用掉它。因为你很会抓人，所以他抓你有没有洗哦？你抓他们有没有分享？他们就抓你有没有。有洗，我最多只是啊，把那个洗手的水拿勾芡嘛，你们到现在还记得？那个就已经是够蛤蜊了哇。没有蛤蜊啦。那个已经是印象深刻好了，哎，可能是这样子比较好吃哎，是啊，咸哦，那个时候。你看啊，这个油条一定不好吃的，因为我没有用手下去拉它嘛，它起不到焦。来，朋友们。哦，有那个，我要爆料了，所以啊，可以爆料嘛？什么？那个臭豆粉吧。臭豆粉吗？啊，什么？他讲。要交 啊？有，我在买这臭豆，买不到臭豆。你还去找臭豆啊？找不到臭豆。我整个安顺啊，弄到完啊，弄到那警察问我，你还要弄多几圈啊？
我们去找那个臭豆浆，你们煮那个炒臭豆算吧。那警察问，都到时间 MCO 啊，又来个心里不信，啥那不信啊？我讲什么家里不带啊？但对啊，臭豆我们又骂家里不带，个家里个带。哎呦我也是醉眼啊，警察。那我就赶快回来，买不到臭豆，怎么办？等买到了我们炒啊。然后那种八遍的臭豆我又不吃哦。白天啊，可以啦，可是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你们讲什么就什么啦，明天啦，明天。肉干啊。明天肉干。可以早点吗？不就迟了。我要安排我的工作。你的那个你要在哪里冰肉干哦？这边呐、啊。这里可以冰吗？可以。我要在那个耶稣下冰吗？哦，耶稣下哦，可以哦。要在中午哦。啊，哎，耶稣下冰肉干好像很不错嘞。要不要在耶稣下冰肉干？好像在酿海参。对啊，这个海参来的，这穷人家的海参。来，朋友们。臭豆也节日，因为我看到现在榴莲出来了，因为应该是有臭豆的，可是还是买不到臭豆。好，这个明天拿去做别的东西。那个油条酿肉啊。啊？油条酿肉，酿油条肉。我李林，你问我东西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叫你讲发那 recipe， 然后你就来接任我 ，OK 了，发给你了。不是这个油条是安叔买的，今天安叔买的。这油条安叔的。马上买的不是这安顺的巴沙马拉姆，我不敢去巴沙马拉姆，我已经应该是半年没有去巴沙马拉姆了，没有半年，应该一两个月啊。朋友，这是吃剩的油条来的，吃剩的油条今天买太多了，吃剩的就买做一道料理出来了。吃剩的。你的酒家明天有几点？有那个万能料啊，早上就有了。现在赶这工好了。现在赶这工，明天早上七点。哎，不要讲她老公今天住在我们酒店哦。是吗？对，明天你去澳的时候就都买了。去澳可以买啊。去澳的就可以买啊。是咯，帮俺买东西要先顺势咯，朋友们，我收不到通知，很多粉丝也是没有收到。是咯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还是你们 unfollow 我了？你们 unfollow 我的那个什么是吗？那个直播你直播下面有三个点，你按进去看是不是 unfollow 了，因为我不懂哎，因为不是你第一个讲了，很多个都是这样子讲了，所以我一定要抓到问题出在哪里。哎 ，Annie， 我们想搬去 Get 住了嘞。伊利。Get。伊利。格力是吧？伊利。格力。格力又有臭豆又有山猪肉。哎。所以 Annie 啊 ，Annie 啊，阿江 ，Annie， 给你拉很多臭豆哎，臭豆邮寄一些给我可以吗？可以邮寄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帮我们买吗？可以帮我们买吗？帮我代购，代表，然后我会在这个油条上面撒上一层万能粉，直接跟为什么要撒？刚才的 Andy 买不到，买不到哎，买不到，到这边没有看到不带哎，这边还没有看到，把我们的棒杆找到安置去都找没有。不是我们不要，真的找不到。现在好贵，五条要。哦，对，真的。来，把镜头移过来这边。来，朋友们，再教我们八姑爹配油条吃啊！嘿，朋友们。雪莲在巴萨可以买。朋友们，教你们做一道八姑爹炖鱼。八姑爹炖铜虾。批发店会有。我们这边没有那个批发的，是那种吗？批发店有臭豆。批发没有了，没有那种八遍的，我们不要。然后先把油，我怕油温真的有点高。让我走开一点。不是，我怕这个下去超大。来，肉向下。我不懂我的肉会不会拉干啊？那边都讲他们臭豆大，保证我们这边没有臭豆的。因为 supplier 没有去那边拿哦。我现在早上6点刚刚开，睁开眼睛，我今天觉得很好亮。所以那啊、那个加拿大的。对。现在六点没？不是讲九点的时候就是六点没？哎呀，猜。他刚才他有问我啊。睁开眼睛，还蒙查查，这样今天煮什么好料？今天煮
啊，油条，肉饼。可以叫哥他们回来吃好喂。可以。什么拿里面胶？你说你是问什么拿里面胶？万能粉的话，酒店可以拿到。酒店可以拿，酒店可以拿，可以面胶。运用剩下的食材不都比完美？所以油条是剩。我每次是吃剩的东西啊，那天辣味饭吃剩的，我要来煮成辣味粥了的。不要给力啊！是啊，可以啊，怎么不可以？马古德鱼是辣。苏正，马古德酱是辣的嘞。你那个粉是放什么粉？放万能粉。万能粉，万能粉。啊。万能粉是我们卖的，对。万能粉我们卖的，我调的，我调的。卖了好久了。每次看人家分享还进来 ，OK。各位粉丝们，各位超粉们，在我那个直播下面有三个点，你们按一下，然后有一个关注的，因为。你们已经关注 Chef Ivan 的 page 按赞，然后可是如果没有关注到直播是通知不到的，因为很多人跟我这样子讲了。妹妹哦，对，需要炸两次吗？这个油条是要看情况哎，油条是炸熟了再炸吗？对，第一轮如果你们是啊去买油条，你就跟他讲要半生熟的油条，他们就会有的啦。师傅，什么锅？没有放万能粉，腌腌臭。没有放万能粉，可以放什么粉 ？OK， 没有万能粉，你有两个方式，一个就马上去新竹一订购，第二个放一点加工粉就可以了。因为放万能粉的话，它会更加的脆啊。放加工粉，放加工粉它也脆，可是它没有这样脆。你们看，我。师傅，什么锅最好用？我用的炉是电磁炉。电磁炉哦，电炉，告诉你们，电炉呢，你们煮你们要买那种大型的，为什么呢？好像我们的电磁炉啊，我们降到300或400火的时候，它是怎样去 adjust 呢？加热停，加热停，然后有时候我们煮中餐哦，我们是需要好像现在我这样子，我是要让它慢慢升温，持续升温。要恒温的，他就做不到这一点东西了。所以要买大型那种就可以。商用的那一种。买那种紫外线的吧，应该是不是？那电陶炉，啊，电陶炉可以。你们可以买电陶炉，可是电陶炉的话呢，它的热度，跟锅有很大的关系。OK， 明白吗？电陶炉的热度跟锅有很大的关系哦。哎呀，叫买阿钱呢？哎，你看阿钱没有来，要抓他来，不然那个人啊，受到风吹都飞掉啊。肉骨茶干有放辣椒干，有点辣的，不是啊？对，干肉骨茶，谢谢回复，不客气。Thomas Yap， 松爱不露那里是零哦。Thomas Yap， 是了，金叫，我叫，我等下叫 IT 那边嘛，再看到底是什么问题。我也不懂什么问题，难怪我的直播一直上不到。唉，真的不是一个人讲，已经很多个人讲，昨天也是有这样的情况。师傅，你说叫做素羊肉，我等着呢。素羊肉已经准备好了。对，你们再等等。你们要再等。准备着了哈。已经好了的，好了的。巴布德鱼是辣的吗？巴古德不是辣的，真的是巴古德煮鱼的。首先去买一包 Chef Ivan 蛋的巴古德料。用炸好的，要用啊没有，因为今天这个是吃剩的，所以就顺便。不可以用炸好的，一定要炸的。炸半生的。啊对，因为这个的话呢，是我们真的是我吃剩的。那如果我是没有吃剩呢？如果不是我是要买来做这个的话，我就直接叫他。什么了咯？炸半生熟，对。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可能是 bonus， 就是这么简单啊，朋友们。来，朋友们，这个。那肉饼已经下去蒸了咯。肉饼全部已经好了，来给你们偷看一下。哎呦，臭啊！
来来来，朋友们，快给你们看什么叫好吃的肉饼，来来来。加丑啊！给你们看来，粗过马车路。真的很臭哎。什么臭？粗。很臭。啊、哦，好臭！你不要讲华一个字华语。如果要美的话，你会直接打成一半去，对对对，如果要美的话，就是蒸水蛋，就不是蒸肉饼了，朋友们。直接打一个蛋去，不用就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直接打在上面去。对，我老婆讲的都是对的。好了。好了。都是对的，没有讲过错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啊，他们想用那个空气气炸锅应该可以。可以这样弄吧，弄什么？这个，因为哦不能，因为要放粉的。气炸锅啊，如果气炸锅就不用放粉了。哦，气炸锅的话不用放粉。就不要放粉了，粉可以不要的嘛。只是讲说，老实讲啊，我没有用过气炸锅，朋友们啊。钢用机。钢用机那你不是有教过没？那天有教过啊。那天不是煮干香鸡，那天煮干香。那你是煮干香什么了啊？我煮过干香的，只是我忘记干香什么了。不是干香黑锅巴嘞，还是干香什么了？哦，那个啊啊 ，Charlina， 他讲那个啊 ，Maria 的那边的时间会比那食材一个小时的。哦，现在是在加拿大，可是我们在加拿大。哦哦哦哦，那边时差一个小时。你知道他们原来是两姐妹来的嘞？啊，两姐妹啊？啊那。姐姐分享给妹妹看了、oh. 妹妹又看了又跑进来，结果 两姐妹同时爱上一个男人。哇老伟，你这句话我很深奥。来朋友们，我们继续，好，东西已经蒸好了，让我们切酸柑，来把酸柑切一切。万能粉没有味道，万能粉没有味道，要什么味道放什么味道啊，朋友们，来，哎呦，香香掉手啊！来，朋友们，记得切酸柑。你要学头杀么耶？切酸柑中间这一个心哦，酸柑这个心把它去掉，就是这一个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会把它心去掉的，把这个心这样子去掉，它才能够啊。挤压，不然他心很硬，硬到啊没有朋友。OK， 来。我这里的肉骨茶是以胡椒做底。哦，新加坡的，新加坡肉骨茶，是不是嘞？新加坡的朋友啊。不是放薯粉脆过玉米粉吗？薯粉脆过玉米粉，不一定啊。娜娜，下来等一下，记得看娜娜。OK OK， 娜娜，好的。万能粉讲。来，这个好聊。购买万能粉可以去哦。蜜蜂。蜜蜂那边购买。来，朋友们，那我们的鱼也蒸好了。辛苦你们了，他们一直收不到那个通知，他们一直每天在那刷。好玩吗？是咯。好玩吗？我等一下我去问那个 IT 那边，问他看到底是会不会是 setting 弄到了，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话就是。可能是个人问题，可是很多人的话就可能是我们这边出问题了。来，朋友们，素羊肉是买现成的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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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教你们，直接教你们做素羊肉。那个药材啊，可以。然后来，可以，然后把酱油淋上去。为什么呢？啊，生抽是不拉干，我们才淋上去的。笑什么？那个谁啊 ，Mr. Sotong。Mr. Sotong。为什么请一个男模来煮饭？这个男模贵咯。Brother。Brother， 我当然是要我吃饭的时候，我当然是要求比较高啦。我不只要吃到好吃东西，我还要那个煮东西的人帅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看起来才有胃口。是。来，朋友们，来，今天讲多没有用，四道菜教完给你们，你学到了吗？学到了吗？你学会了吗？泥鳅粥啊，你会了吗？哎，泥鳅粥谁要学？泥鳅粥那天不是教过了吗？伊琳啊，伊琳那天不是头上位，不是那天教了啊？还是宝宝。
那天酸辣酸辣海鲜汤啊，海鲜粥。全部是狗狗姐姐的。狗狗姐姐。OK。来。我是以前我的妈妈要酸弟弟啊。没跟他说不酸，继续没看到了。帅哥，我煮菜不大会调味，请问帅哥是否可以调味？比如蚝油是多少匙，生抽多少，鱼一条是一斤。600g 对我们不会煮的调味的比较，调味可能你可以自己试味道，对不对啊？没有，他是在问这哪一道菜？就他煮菜，他比较不会调味，他讲。啊，然后？然后他希望你就是在煮的时候会给那个斤两。哦。你可以阿嘎阿嘎这样子放，然后他会需要你，比如讲说。哦，我明白。烧鱼600g，然后要放多少？来，朋友们，把这猪油渣。把一汤匙的猪油渣淋上去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么烫到哎、欸！怎么会烫到？你的油不乖啊！是，sorry。都没有烫到嘛。来。是哦，不小心怎么了？朋友们，猪油渣一撒上去，记得蒸鱼油一定要烧热它才淋上去，这样呢鱼才好吃，相信我。Oh my god！来，朋友们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少了这个。笑什么？爱上学。你刚刚不是讲说那个 Maria 他们两姐妹爱上一个男人吗？对。怎么老哎？爱上学习猪。对呀、啊。他们很多人收不到通知，所以要问一下。对啊，我会问一下那个IT 那边，看一下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情况。OK， 朋友们，然后切这个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妈妈。刀要利。妈妈，我问你讲，我是在妈妈的肚子吗？啊，刀一定要利。万人粉是素的吗？是。素的哈。素的。来，朋友们。哇，我很爱臭豆，一次买100条。哇，便宜。两次哦，100条。买了速冻啊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以前能才唱歌的吗？我现在不是唱歌，我在讲话。我真的唱歌就很好听哦。我刚刚是在讲话不了。这个男人在 Astro 比赛看过。哪一个男人？你这个男人呢、啊？啊、哦，我这个男人，嗯，对 ，Astro 的时候看过我的朋友就一定会爱上我，很爱脸的你。OK， 那个可以教煮炸松鱼头嘛？那个很好刀工是吗？啊？教煮炸松鱼头。炸松鱼头？松鱼头。松鱼头为什么要刀工？他们要是那个三龙岗的烤沙漠给练，这样我教了你，人家不用做生意好了。inbox 我了，一定不可以这样公开的嘛，直接 inbox 啦。刀要利，镜头对往下。好了，朋友，现在几个分享？我现在教磨刀，1448次分享，对不对？分享上到2500，马上磨刀师去拿出来这个切完它，你要你拍照，那我就去触磨刀师出来了。好，一定要有力道，你们说的对。来一个很搞笑的东西。来。当初 SO 看你比赛很好练。No。他觉得你很好练。汪丽丽，我不是好练，我是自信。你觉得我现在讲话不好练吗？我也是很好练的吗？是不是？很好练，我跟你直接讲你很好练。我讲。他摆凳来了。这是摆凳来的。他的摆凳就是这样子。我从小不是我摆凳，是我样子，我的样子啊，长得一副好练脸。可是他很友善的哦，很 friendly 的。我很 friendly 的。你看，我要唱歌就唱歌了的。他现在很亲切。那时候是在
荧幕上没有跟没有得跟你们这样子，没有得互动嘛？没有得互动，好像现在以前很好的，现在很亲切。哦，谢谢你。你们在那个电视台哪排小排上啦？荧幕上没有得啊，是没有得，就是油条、流什么交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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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你们感觉到他比较好的一点，他是讲话本来就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可能可是很肯定。Oh my god！ 这样养什么？冲针鱼头是福州针吗？哎、oh. 欸，嗯，冲针鱼头是福州针吗？是呢，我不懂哎、欸。对，我们叫洋葱针呢、欸。是紧张那时候你，是紧张。来，朋友们，他们讲，快点教他们磨刀他们的刀。分享。西北不利哦。朋友们，来，每个人，朋友们，每个人出去分享一次。现在1100多个人。所以我要求2500次呢，是肯定够的。镜头要往15啊 ，sorry， 我现在看到因为太多 comment 了，读不完。OK， 来，那个什么叫什么？你看的是什么？什么？哎呀，对呀、啊，还有咖喱鸡。咖喱鸡啊、哦。来，我倒一倒咖喱鸡 ，sorry， 各位朋友们，对不起，咖喱鸡忘记了啊。没改，灭掉就那耗量大概100颗。刀不能热切，不然刀会不利，很难磨。哪里不会啦？东西不热切。我跟你们讲，调酒那不是耗量呢，调酒那耗量我带多少跑？可以，如果是那油条，你没有，能不能没有雪莲的话，你们放满关哦。放满关可以，哇！你看朋友们，这个两汤匙啊、哦，煮半只鸡。朋友们，你看，你们看。哎，我们还记得你在 SHO 比赛时候有煮到一个那螃蟹饭呢。好、哦，螃蟹饭呢、啊？可以啊，要学可以啊。螃蟹饭。来，有没有人要 sponsor 我螃蟹？来，朋友们。找找人耗量是真的。耗量带多少跑？来，4道菜就这么轻松的完成啦！来，朋友们自己来看一下分享了多少次。哇，别才1600次，我的磨刀石拿出来。来接麦。很够力的，可是我们在直播中没点 straw 了，然后私底下讲话很够力的。给你们看磨刀石。十号料。我喊阿姨喊6个人，有6个人。来，朋友们，菜看够了没有？看够了我们就拍照，然后大家进出去分享一次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磨刀了。来，白饭2碗。来，朋友们。西米放什么料？刚才有教了，你们等一下看回重播 ，OK？ 看回重播。来磨刀了。你要把这些我们的晚餐，晚餐宵夜一起吃了，省钱呢。Angie Lim， 还没有啊！那个油条等我成功，真的是百发百中，终于等到了磨刀来。哎，朋友们，一磨刀人跑到没有半个。他们应该不要学磨刀了。没有人要学了，应该。来，每个没有，我知道这种人数掉了，因为全部出去分享。好呢，真的、啊、人数掉，可是分享一直上啊！来，朋友们，你在自我安慰呀？没有啦，来教大家磨刀了。
你要这些清掉先吗？是，我先要清。我清。我拍好照片，我就拿出去。啊，对对对。朋友们，每个人出去分享几次都没有关系，敢敢分享，好不好？敢敢分享，分享到所有的群子，就是教磨刀，让你的朋友进来看到。拜拜，鸟们。还没有，来，我把那镜头调一调啊。来来来，每个都去分享分享，因为我要先把这个食物清掉，然后我抓一抓角度啊，分享到太空 ，OK， 分享到美国，分享到英国，分享到火箭去。还没有，等一下拜拜，我们跟你讲啊。来，朋友们，我先清理一下桌面上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人数让它吵起来。Oh my， 来，朋友们，磨刀呢？最重要，磨刀有三种，一种是片刀，一种是剁骨刀。一种就是这一种，就是切剁都可以的，前切后砍的那一种刀。那我们呢，刀要耐用，就一定要放平磨，不要放到这样子，这样。你这样子咯。这样的刀是肯定不可以的。这次力，下一次这把刀就坏掉了的。这阿弥陀佛，出刷。这个呢，我们就是放平啊，看啊，看这边，你们看这边，放平磨。然后记得在磨刀的时候，在磨刀石下面放一块布。放什么？没有啊。哦，刀刀刀没有没有，放一块布，为什么呢？防滑。然后记得。不是，是因为这个椅子在这边，我觉得。明天去借墙它，然后叫小沈。朋友们，磨刀石一定要试，磨刀石不会干啊。然后朋友们，还有一点。不要。还有一点就是磨刀，刀一定要放平，磨刀刀放平，然后呢？磨一个十多二十下，看你的刀。那如果你的刀是新刀的话，就没有问题。那如果你的刀是旧刀的话，给你们磨坏了的，你们就要慢慢找回它了，因为刀口厚了，你们是没有办法磨它，啊，没有办法磨它力的。啊，刀口一定要薄。那我们就这样子，然后磨一个十多二十下，然后看这把刀的厚度啊，朋友，看这把刀的厚度，我们就把它轻轻15度。或者你拿一只手指在这边，这样子塞进去，明白吗？手指塞进去，你看、啊、那刀，手指塞进去，然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反过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磨一磨。不利，继续。那粗面还是滑面呢？那如果你的刀是已经是用到很钝了的，就用粗面。啊，你的刀太久没有磨了，记得一定要有水。如果没有水，刀会磨坏掉，这叫水磨法。OK。那个放平，再继续磨。必须要啊。这个要啊。要。要。啊。啊，来。然后我们才转回滑面。如果是你们刀磨刀太过刀口太厚的话，那好像我这把刀是没有嘛，那我直接用滑面。哇，磨刀自己都怕。磨刀的男人他们讲，你好，他们没有走开啊，前一个人看到你磨刀没走开啊。是啊，所以没有人。很多人想要学磨刀鱼来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你看啊，刀一定要，然后记得磨刀，手压前压后，压前压后。磨刀时要买大个，
不要去贪说小小个家里容易收，越小个磨刀石就是越浪费，因为它不稳它会跑，越大个的磨刀石呢就越好 ，OK， 因为它够稳嘛 ，OK，OK， 我等下去拿纸来给你们看，到底这把刀磨刀利不利？然后呢，怎样看刀利跟刀不利？先往自己的手割一个，哇，真的假的？来，怎样看刀利不利 ？OK， 刀利不利呢？我们朋友，刀锋是一定是这样的。成 V 字形的 V 字形的刀锋才是利的。那有时候我们磨，因为我磨这边的力度，我放起来15度嘛，磨的力度跟我反过来这样磨的力度不一样，所以呢当它这样的时候，等一下，那我们的刀锋不是变 V 的，可能就变这样，看得出吗？这样子就是这边会磨多了，那我们的刀我们就磨这边，给它磨掉它的铁，让它变成 V 字，明白吗？那如果是这样也是不利的，所以我们就再继续磨，磨到它变这样。要这样的时候要怎样磨呢？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要磨它，我们的磨刀石就是要往这边磨，让它变成这样，磨掉它，明白吗？来，明白的写明白，给我喝一口水，然后继续写了。神就是神。好，来朋友们，我学会了吗？学会不敢磨刀了吗？学会了吗？现在你在明白吗？哎呀，我要割一割给他们看，到底刚才这把刀剁鸡都剁不断啊！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刚才剁鸡都剁不断吗？我要切这个这个。来，朋友们。姐姐走开。走开，走开。啊，真的，我走开。很危险哦。那朋友们。哇哇哇哇！小纸皮姐姐。太厉害了。OK， 就是这样子，明白吗？我像在那巴沙马拉卖磨刀石的那个人家在玩削纸皮。OK，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怎样 testing 最后一道，最后好像有时候我们是磨刀哦，好像我这把刀我磨了中间力，后面不力，前面不力，怎么办？那我们就是放水，我们就前面的时候用力一点，后面的时候用力一点推出去，然后反过来拉回来，然后磨刀的时候尽量要小心一点。然后还有一些人磨刀很喜欢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发现？有有有，这样子磨刀，这个我没有讲是错啊，朋友们，只是说我这样我都不确保那把刀是可以别人的，因为我要整把刀是漂亮别人。好像我这把刀你看啊，这把刀跟了我十多年，前面到后面都是别人的，它的水平线。如果我这样的时候我要去算了，1234567890，然后我的磨刀石到这边吗？我就把它移到来这边，然后又1234567890，然后又移到来这边。因为如果我是重复磨的话，一定有一些地方是先进去了的，所以直接放平它，明白吗朋友？明白吗？就是这样子。那反正我都磨了，就磨买另外一把了。然后有时候这个刀真的是有油的话很不利。那来朋友们还有一个 tips 给你们，不要走开。啥？谁？那个啊，怎么谁的磨？磨刀时候。啊。啊，磨刀时候在。啊，就这样磨，是不是？可是这样我不会这样子磨，我觉得这个很危险，所以我只会这样子磨，真的。然后如果是有时候我们刀锋中油洗不脱，这个油啊不是讲说切猪肉才会有油，不是切
切羊肉、牛肉才有油，切鱼肉会有油，切菜也会有油，所以你就磨。那我就放一点洗衣粉下去，放一点水，对，洗衣粉啊，然后你才来磨，去油嘛。OK。那所以当很油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放点洗衣粉。因为你这样去洗，很难洗掉它的油了。放洗衣粉一起磨。来，朋友们，明白吗？明白先，明白。刀太利我怕怕 ，OK， 刀不利我才怕。刀太利不会切到人哦，刀不利才会切到人。然后呢，我听过台湾阿姨讲，磨了刀一定要拿一块肉先切一切，不然会切到自己的手。台湾习俗。啊，台湾习俗。那我这边是没有这个板凳的啦。OK。OK， 如果是条状的磨刀棒呢？那我这样刷刷刷刷那一种啊，猪肉老用那个 OK， 猪肉老用那个呢，磨不利的猪肉老，他们这个动作呢是什么？去掉他的刀锋那层油，所以他又继续用，他们回家也是要用回这块磨刀石来磨的。 是没错啊，是的啊，朋友们你们不要误会，是磨刀，对，越锋利切菜时就要一直要切到手。 OK， 那个锋利的刀呢，它不会切到手的，它只会割到手罢了。因为为什么不利的刀才会切到手？因为我们用力嘛，我切东西我根本都不用力，我切东西我很轻嘛，我就这样子，那是不会切到手。那有时候是不利的时候我们要用力，可是它又跑位啊，这个时候是比较危险的。朋友们，他们讲不是，是那种西餐用的，西餐用的那种磨刀，哪一种？ share 给我看。西餐用的那一种是哪一种？就是那种你每次用的。不是不是，哪一种？ basic 的，然后它在收在里面的那磨刀。不是不是不是。因为我不是西餐的嘞，哇。很厉害，厉到我很怕。好，朋友们。那个磨刀就是这样简单，明白吗？明白的写明白。来，有问题吗？哦，我电话没有电了。他们讲那个叫做手，左手都伸不到右手。什么？没有，他们讲。搞一个电话机叫电话了。然后过后就会左手伸不到右手啊。不会。十年我卖磨刀石油。我没有卖磨刀石。磨刀石随便买都有。随便买都有。哥哥，这磨刀石随便哪里买都有的啦。去板瓦店买就有了啦，很容易的。不电话了。去板瓦店买就有了。啊，特别爱买大袋，尽量买的时咧，就爱买伊骨面的较侪，粗面的较少，因为多磨甲来咧，咱就较少用着粗面的了。啊，通常是用骨面的。大家磨刀要小心哦。来，大家磨刀。OK。要一定要小心，祝大家一个磨刀愉快啊！他们讲，怎么祝大家磨刀愉快？好、OK， 来，锋利的刀切萝卜很容易，他们讲。对。OK， 刀利才好切。来，那我们现在 try 看这把刀利不利。知道如何磨刀了。OK。我自己磨的。来去磨。哎呀。那你可以买到好的刀。刀啊，很难哦。你们尽量买白钢刀啦，因为白钢刀比较安全呢、啊。还一把刀跟了他十多年，好用的。对，我去研究看怎样为一把好刀。B brand 是一边的是。啊？什么？哦，那种西餐刀是吗？是不是西餐刀？来。剪刀可以磨吗？剪刀不会。剪刀不会。那个西餐，哎，这么我没有 group 的，来，朋友们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你们 comment。然后呢，那如果说我还有一把刀，过来这一来插掉一支，一刀安尼款呢，切几支啊？生锈啊！啊，那个拿来，生锈的刀不要丢掉，生锈的刀也可以把那个锈磨掉它的，朋友们。嗯，定的问了这房怎么样汇款 ？OK。客服那边有没有给你那个bank号码吗？bank户口吗？他们叫你拿刀来卖。有，我慢一点啊，我找到一把好刀，我一定卖的。朋友们，你们讲的是不是这种刀？是不是这种刀？日本出产的刀。
那这种呢，我们是一样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有很多把刀，觉得重的刀比较顺手。对，那你就拿重的吧。有些人喜欢轻的，那要看是切什么啊。有时候一把刀的重量，那平时教你们磨刀，刀怎样磨它都利的，只要你放平来磨，你们放平来磨，得空得空你们就放平，你们不要放它站住这样来磨，站着这样磨是不能的，一定要给它刀锋。OK， 你们看啊，你要把那镜头放，看还能够靠近吗？还是把它放下来。白钢来，白钢刀教完你们了。A 刀这个， okay、放底下。白钢刀可以磨嘛？啊？白钢刀可以啊，磨我这些全部嘛，白钢刀。等一下哈，我放底下。来，朋友们，教你们怎样看那刀要怎样磨到力啊 ？OK， 我刚才讲放平嘛，放平是为什么？我要它上面也跟着磨，那我放平，那放好平，我刚才不是说15度，可是不是每一把刀都15度，有些是10度，那我们要怎样看？当我的刀放平的时候，刀锋是翘上来的，磨不到刀锋了。那当我微微一拿起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刀锋是粘着那个，粘着这个叫什么？磨刀石的，就是角度对了。那时候就是五下的，三、四、五，反过来一样，打平来磨，磨到20多下了，一样。放它十多度，十度左右，然后刀锋全部碰到那个这个磨刀石，才来拉一个五下啊！你这样磨，你的刀一定利的，然后用十年都不会坏。哇，这个随便这样磨一磨都很利，利到我很怕。OK， 明白吗，朋友们？有 close up 镜头给你们，再不明白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那唯有你把你的刀寄给我，磨一把刀50块工钱。磨刀比刀挣钱。因为已经寄到完了，我已经教到连 close up 镜头都出来了哎。那我还可以怎样？好清楚。OK 啊，那如果你们真的磨了那利刀的话，记得一定要 share 在 Facebook 啊，然后不用 share 在。一定要share在个人的 Facebook， 让人家知道我会磨刀，明白吗？不是我，是你们会磨刀。OK， 好，欢乐时间过得真是快，又是时候说拜拜。那喜欢我的朋友，记得要按赞、关注跟订阅我，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见，再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